怎么醒了？段嘉许，你喊我什么？你怎么？咱俩现在这关系，你这么喊我，不太合适吧？你刚刚干什么？怎么了？我没睡着，你干什么我都知道。那我干什么了？你，他撩你的话，你就也撩回去啊。你过来。怎么？再过来点。要跟我说悄悄话呀？你刚刚就干这个了。还有这种好事？我刚刚那行为可不代表我对你有那个意思。这还不代表？那你不是耍流氓吗？你先的。那以后都这样？我耍流氓的话你也耍？你要再敢这样，我就告诉我哥。叫你哥来打我呀？嗯，行，你叫他来吧，咱俩迟早得公开。啊？那还不如早点。我又没跟你在一起。我知道，我这不是在给你洗脑吗？咱俩来谈一下你刚刚喊我全名的事儿。你不让我喊，那你也别喊我的，我也觉得不合适。行，你不愿意喊我哥了，就代表我们关系更进一步，我就当你再给我调情吧。我喊你个名字就算跟你调情了？嗯，我比较喜欢自作多情。赶上了。啊，桑稚，你男朋友陪你来上课啊？